哎呀，那叫性，你不服？不服你来。我，爷爷，你想让我让你什么子？直接说。嘿嘿，你还看不起我这老头子？要不然咱们打个赌，好啊。赌什么？咱们就赌，我要是赢了，你跟小夏今天晚上就住在咱们家里边，明天早上一起跟我吃完早餐再回去，好不好？ 不行了吧，就知道你不行。哎呀，赢我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你可不能说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慢好去，慢好去。 没事吧？来，快擦一擦。那，不好意思啊，唐小姐，我可能是因为太久没喝酒了，所以实在是……你先喝口水压一压吧。哎，秦总，都是我不好，让您喝这么多酒。 再擦一擦。谢谢。唐小姐。哦。你以后能不能别秦总秦总的叫我了？太生分了，你叫我名字就好了。那以后你叫我糖糖，我叫你秦夏。嗯，这样听起来就亲切多了，好像。 更像朋友了。你在公司没有朋友吗？以前有，但是后来这不是因为离婚的事儿就疏远了吗？我以前和以前自杀过一次，是沈总救了我。你怎么了？沈总他不仅仅是我的老板，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但是他的心里也苦啊，我都知道。他弟弟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爸爸离家出走，妈妈因为抑郁长期住在医院里。他其实……喂。 哎，你好，嗯，是你叫我代驾吗？嗯，对对对对对，车在那边，车在那边，来，唐小姐，不，糖糖，现在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我先送你到家，然后我再回家。嗯，好，走走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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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用不用不用